you cannot see me. You, oh, man. Okay, lah. Yo, what up? 欢迎回来 ，Ark。来来来，直接期待时去逛一逛先。啊，我想去沙漠那边逛一逛，然后呢，希望可以遇到沙虫。Oh, man. Oh my god. Me in the fucking ass. Okay, buddy. 希望可以遇到沙虫，然后呢，把沙虫杀掉，拿那个沙虫脚，有了沙虫脚，就可以驯服螳螂。直接吃了这个霸王龙啊！每次在这里都看到你的我这只。螳螂很有用的，好像啦，可是不要理啦，不要理有没有用先，抓了先。啊！还有上一集我驯服袋鼠的时候，我竟然忘记它是吃熟肉的，我跑去喂生肉还有大腿肉。继续找沙虫先，不要讲太多先啦。哇，老爷到底几大？这个沙漠真的，哦，你个该啊！那边应该是沙虫了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冒烟，不是冒烟的，是那个沙在抖动啊！啊 ，OK，很大只了，很大只了，各位会吓到了啊！沙虫出来，沙虫、哦，我怕我不够打嘞，我还是咬一咬附近的那些小怪先。呜，出来出来 ，OK， 私下跟他打了哈，哎、啊，击败。How dare you? How dare you? OK， 他的伤害不会很夸张，好像很多血浆哦。OK， 我的那个跳鼠帮手攻击看到吗？应该够打吧？哦、oh! ，Bad what a bitch！ 我要杀虫脚 ，Please， 拜托。应该是在地上的那个背包啊，应该是在这里啊。Give me the shit！ 什么啊？死亡什么领虫脚啊 ？OK 啦，我们简单一点杀虫脚啊。OK， 我们继续找杀虫，不要停，停什么领？收集多一点杀虫脚，抓螳螂。真的，你到后期抓没有意思了的螳螂这种角色。最好是中期这样子去抓，因为它可以帮助到你找那些资源的，它可以砍树，可以砍石头，可以砍铁，总之你给它适合的道具，它就可以砍适合的东西。哦，这里是边界，不懂啊，一个杀虫脚驯服到没有螳螂。呜，真的是太突然了，各位。哦，这样子看到啊，看到吗？他的身体几公里长，呼，这个不是精英吧？不是 ，Another one。我决定找五个这样喽。那个杀虫脚哈、哦，第二只杀虫哦，太突然了，它没有任何的信号。刚刚我就是突然间卡着，好像撞到石头这样子的感觉，它就出来了。呜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? Holy Jesus! 对对对，这个是毒性的，他会不会过来追我？我没有惹他哦，我要找杀虫罢了啊。你的戏份还没有到哈，飞龙。哈，飞龙不是只是在飞龙谷的吗？还是呢，他们会派一只飞龙来巡逻的，整个地图哈，这样有智慧了吧喂？走啦喂，离开这个地方啊，拜托你，沙漠没有你的视角，真正的。Later.哎，好像离开了。OK, buddy. Hello there. I've had a... 嘿嘿 Let's fucking go. Yo, what up? 我是姐姐熟的 Ricky. 接下来杀多两只沙虫，总共收集了五个沙虫脚。然后回家的路上呢，我打算呢顺便收集一下油，去回上一集盖了的那个油井那边拿油。问题哦，现在我好像迷路了。如果我骑着飞行生物的话，我就知道我的油井在哪里。啊，什么呀？干你那不给击败，干干！啊，我找不到我的油井啊，我迷路了啊！我真的找不到油井啊，喂！油井找到了 ，All right, all right, all right, the den， 安全。
哦，217哦。第二个游戏应该是在这里啊。Yes。223。Nice。各位观众，吉利福。这个好像很搞笑一样。不要来烦神，跳鼠，挡住我的那个视线啊。OK 啦，吉利福就用这个面具了。啊，接下来就是驱虫剂。Oh shit！ 驱虫剂要柠檬还有萝卜。Oh no！ 我目前啊，弄不到那个驱虫剂出来先，各位。不可能，现在我种植东西，等它生产柠檬还有萝卜之后，才去找螳螂了吗？不如直接穿着吉利服，就这样子慢慢靠近它，喂它，驯服，试一试啦。希望螳螂不会一两刀就给我死啦。Hello， 那边有一只，这个一等，哎，沙卡拉卡波，沙卡拉卡波，27哦，这一只，嗯，这一只 OK， 这一只 OK， 我穿吉利服靠近它了。有什么事，我们跑过来找戴师了。可是他附近有两只武功哎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和平驯服啊，螳螂啊，我很和平啊。哦，没。OK， 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没有关系。Oh shit！ 我没有射到被动啊，他咬死了。幸好螳螂还有很多的。OK， 那边有一只，记得。是等，是等我去做 testing 哦。这一只是做实验罢了啊，不是真的要驯服的。我只是想看一下靠近它，它有什么反应。没有驱虫药的话 ，You cannot see me. You oh me. OK 了 ，OK 了喂。好难驯服哎，没有驱虫药的话，它一转身要攻击你哦，你就喂不到了。什么事跑去戴斯那边就 OK 了的。一靠近的时候，直接冲过去了，后面喂。哦哦，看到我了。慢慢带他回家，在我们家附近这样子，我们慢慢研究了。Yo what up， 又是我，没有错，把这只螳螂带回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小沙漠，一直尝试驯服它。Oh shit！ Oh shit！ Oh shit！ 吉利福爆得了，破裂开。我尝试了大约10次这样子了，还是失败。螳螂很敏感的，各位，我没有很靠近哦，它就已经发现我了，每次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哦，一定要驱虫剂。我直接在我的家随便盖两个中型的耕地，种植萝卜、柠檬。可是哦，这一个普通的种植啦，很慢，我等了半个小时哦，还是没有什么成长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在我的小屋旁边盖一个迷你的温室。栽种那个萝卜还有柠檬，希望可以快点生产到啦。然后呢，盖温室的过程中，我去外面看一看那只螳螂，死掉了啊！它竟然，哦，螳螂死了，丢了，被人杀了。哎呀，他有刀这些的，给我刀啦。萝卜呢，还有柠檬呢，他们要中型的耕地才可以。牵一道墙，一个天花板，暂时性的、啊、这个温室，各位啊，迟点我会改一改的。OK， 你看一眨眼就没有了，水晶，加喽，坐坐坐。我以为打了杀虫啊，就轻松驯服了的那个螳螂，还不是需要做很多东西一下，也顺便挖一些金属了哈、哦，反正都来到这里了。水晶上次我看到这里有很多一下的。这里是啊，水晶我们让巨鹰装，看一下那个温室效应先，225有加成 ，yes yes yes， 225好过没有了啊，真的，看一下这里怎样，看一下这里怎样，还在发着芽吗？你们真的是真不该啊，各位真的要温室，种植真的要温室，我跟你讲，明显看到哈。慢慢这样子在加 ，nice。哎，这边没有的救了啦，这边。刚刚我太冲动了，我直接把这个耕地哦盖在地上，现在要盖温室盖不到。我觉得呢，主要都是看这个有温室的种植，让它们在这里发芽了。我们去引另外一只螳螂过来。
刚刚那个、哦、不懂是被其他恐龙杀死嘞，还是中暑死了？十三 ，Let's go！ 咦 ，No， 漂亮的 ，Follow me！ 他要压一了啊，压一了了啊，压一了啊，哇，你很 OK。No， 很想杀我啊这一只。耶、结果七，结果七，结果七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等多一个十分钟，应该就有了。哎呦，迅猛龙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让迅猛龙去打他。我们要一边保护他，一边观察了我们的那个种植。来来来，实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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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十个红萝卜。柠檬快点，柠檬快点，柠檬，快出点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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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吃力吃力 ，OK OK， 研磨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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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磨 ，OK， 啊啊啊，有了有一罐 ，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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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's do this。OK， 巨你待在这里。现在有了驱虫剂，驯服它。暂时没有发现我，它感觉不到我。哦，这样靠近它都没有发现哦。不要再走了，好，这个 get it， let's go away， 先火掉了啦，你跟我过来呀，扑，你跟我 get it， 麻烦了，你真的，心底顽强，哎，果然要去虫子，各位，不是果然要，是一定要，驯服到了，驯服到了，驯服到了，螳螂呢，手不可以拿东西，可以拿工具。Let's go ring go ring， 这些萝卜就让他在这里种这些了哈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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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来来，开工开工。哦嘶，耶！直接拿刀去干架先喂。哦，驼峰兽，来来来来来。Hello， 驼峰兽。他本身那个位你没有任何工具啦，他就是找线尾。我下个拉架，他什么都可以收集，仙人掌枝、木、沙、石头、金属、水晶，什么都可以收集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罢了，就是他有减重什么东西？他让你使用收集材料的工具，可是不让你减重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啊啊啊！耶！啊，鳄鱼啊！你会扑我，不会扑我，现在。哈。当然，那你不要拿工具也是可以伤害到东西的，也是可以伤害到东西的。Wait a minute， 我太还手了。纳米，这个假装会还手的、哦，我以为他是那种跑的角色来哦。你很有灵性啊，你记得两等啊。哎呀 ，sorry， 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，我不应该。Come here， 喵喵。霸王龙啊 ，relax 啊，怎么啊？你是不是要试一试？啊！哦，他呢就好像人用工具，可是他找到很大量，我有了他之后就可以很快速的盖多多粘土恐龙们这样子喽。你几等呢？很是讨厌他咯，大地人讨厌昆虫的，我忘记了，大地人是谈昆虫啊啊 ！Oh no！ 来，我帮你喝彩。刚刚我应该杀掉那个大地懒的，还在那边跟他玩哦。妈，那边又霸王龙，
刚刚幸福死掉了，我不应该乱乱走了。要让我们躺那的安，然后呢再弄一个驱虫剂，快快去驯服另外一只。刚刚我直接放弃丢螳螂了，我知道他死定了，他没有体力。然后呢，那个大地懒就 buff 了他自己，而且附近还有两只害鸟。幸好现在已经有预备的萝卜，还有那个柠檬。OK， 驱虫药，弄多一罐，得到教训了啊，各位啊！下次骑着螳螂或者骑着什么昆虫类的生物，就不要靠近大地懒。大地懒一看到螳螂，立刻那个眼冒哦，你懂吗？用了，接下来直接找刚刚那只大地懒报仇，我不可能就这样子放过他，对不对先？杀了他之后，才去螳螂身上拿鞍，还有工具那一些。然后呢，就去沙漠逛了大约20分钟啊，找一个等级不错的螳螂来驯服。遇到一只37的，就是他了啦，各位。让他砍死那个秃鹫先，我们就过去喂。没有，我还没有拿下来的那个杀虫剂。狼井第十，狼井第十，不要追我的巨鹰啊 ！Let's get go， 55等啊！哎呀，好过刚刚那只很多啊！真的是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！大地懒来单挑，刚刚那一只不死的话，都不可能驯服到这一只55等。见到他的时候37了，还驯服了才55了。嗯哼，嗯，该让我直接在这里 show time 吗？这里有那个岩石巨人，不要惹他。我是叫你们不要惹。下来，下来。Alright, alright, did that。直接带他走的回去，然后呢，后面有巨鹰保护我们。MD 大地懒，MD 外人是防毒吧 ？MD 大地懒就是防大地懒。现在的等级哦，可以弄化学做了。下一集。OK。乌沙卡拉卡。我的跳鼠嘞？我的伟大猫噻。Go。漏，我的跳鼠不见了，应该是漏在什么地方了。confirm 多一些啦，看一下跳鼠有没有在这种恐龙的脚底下。是嘞，真的不见了。OK 啦，我们在附近找多一只。这一只颜色不错，这一只。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其他颜色。哦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喜欢。Hey！ 我怕用十字弓哎，会把它射死，射尾巴啦。等一下，我们拿这些啦，颜色不美的做测试，不是讲你不美啊，不是我的口味，一箭可以晕的 ，OK， 你醒来，我只要做测试，快快醒，看那射他的尾巴啦哈，还是那一句咯，各位，如果第一只跳鼠没有不见的话，我也遇不到这一只这样美的跳鼠，讲缘分的一切咯 ，Let's go， Weather Mouse 2.0。Hello， 哟，又是我。我制作着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看到第一只跳鼠在哪里了，我立刻开游戏去找它，也顺便录下来这样子了哈。它在刚刚那个大地懒的区域那一边啊，我不小心把它扔了下来。所以呢，现在总共有两只跳鼠，而且两个可以一起交配，看下了哈，交不交配以后才算了哈。接下来我打算盖两道巨型粘土恐龙门 ，Let's Galinaway 开工。爽，粘土够了，粘土够了。Alright， 超多粘土了。第一次用研磨器制作这样子多方式。Alright then， another one。OK 啊，第二道就这样子啦。第三道就放这里啦。虽然是有一点歪，可是呢，我们不要挡到那些箱子。漂亮的。然后这里踩到它，啊 ，nice， alright， 三道巨型恐龙纹了，来速，目前因为只有研磨器，只可以弄一点，如果有了化学做之后，我跟你讲，3道4道连续弄 ，OK 了各位，今天的案，我看就到这里先，今天很多时间都用去螳螂那边的，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like。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记得订阅。
第一个时候记得开启铃铛，这样子在未来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。 OK， 谢谢支持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